招福平安系列来了，联名这一款是 Turbo 版，就是加强版。嗯，对，就是小孩比较容易哭闹更严重，然后你更情绪就是更不好，然后感觉磁场就是需要更进化，你就是买这个 Turbo 版。Turbo 版，对，是升级版。对对，然后里面呢有新添加成分是洋甘菊、罗马洋甘菊、还有乳香叶跟乳香。对，那另外一罐的话呢，主要里面的话，基本啊这些成分。原本的成分都有什么艾草啦、魔草啦，然后西方的那些什么月桂、银杏啊、依然雪松都有，鼠尾草，对，然后里面有加甜橙精油，就是让情绪比较可以放松、开心、愉悦。嗯，对。我跟你们说，基本上呢，这就是 Turbo 版。如果你想要一次到位的话，你想要让自己快速有感的话，你可以选这一瓶。那如果说你是一般的居家，你希望可以平常居家的净化什么的，就是你用这个就好，就是有点类似日常保养用这个。然后如果说你今天有特别遇到一些很不顺的东西，或者是最近就觉得一个很卡，去医院啊，七月必备的就是这个。对，七月必备的是那个，对，买起来。就是因为像这一款的话，就是你们说 Turbo 版，它里面是因为还有马玉兰。马玉兰会让大家就是身心灵放松，对。所以如果你是要睡前使用，像我们刚刚很多朋友就是分享，他可能睡不好，比较焦躁，比较不安，这一款我大推给你，健身版。然后还有就是家里有小朋友，因为小朋友就是最容易接收到全世界的负能量，对，没错。也有可能是妈妈，对，来自妈妈，对对 对, 对。然后那像这个的话，就是像小朋友有时候也是玩得太开心了，太尽兴。晚上是不是也会睡不好？哦，太开了，所以像这个八关机，对，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，我绝对大推马这罐健师，你必须有健师真的必买。对，你可以让就是自己睡得好，小朋友也睡得饱。对。然后如果你是要日常就是做一般的就是一些身心的净化啊，然后空间的净化，那招福平安就非常的好用了。对，刚刚就有看到有人讲说，这就是我自己用了也会睡着。对，你的心放松了，然后你的神经就是放松之后，你整个人就比较沉稳一点点，就是鬼门开之后，请你可以多加使用。对，一定要备着哦，让大家可以平安度过，不管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或者是被老板骂的时候，跟老公吵架的时候，在你话要冲出去的时候，先喷一下。对，喷，赶快喷。